格斯奔驰文化中心的 Mixing Room News。 首先让我祝大家圣诞快乐， Everybody Merry Christmas。 今晚 DSP 的明星们首次来到上海，将为大家呈现最劲爆的嗨歌任务。在这个开放式的演出现场，请大家一定要遵守现场的秩序，注意安全，踩到别人脚的记得要说声对不起哦。千万记得，饮料可是用来喝的，并不是用来投掷的。还有，千万不要对保安大哥做鬼脸哦。好了，话不多说，相信各位一定是最有素质的粉丝，对不对？演出即将开始，请看大屏幕。
little baby. Pop a little round it, go get all crazy. Go, daddy, go, 널 붙잡을 거야, go. 하루 종일 너와 rock and roll. 너 버튼이 시작한 너만의 sunshine.
的陆怡，我代表武兰石，我的外号是豆腐，因为我长得很白，很个性，见到大家。谢谢。大家好，我叫赵玄荣，我是 Rainbow 的老妖，我。我最年轻，我代表黄色，还有我负责主唱。我以前在中国上海留学了一年半，我能又来中国，非常非常高兴。你们也高兴吗？圣诞节快乐！上海的歌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ainbow 的吴超雅，我代表是蓝色，谢谢。大家好，我是 Rainbow 的队长金在静。我代表红色，你们喜欢红色吗？见到大家，我非常激动和兴奋。圣诞节能和大家在一起，我很开心。我是 Rainbow 的金智树，我代表绿色，我活泼开朗外向。见到大家我很高兴，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 Rainbow。 上海菜好吃吗？耶。中国的歌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ainbow 的钟允慧，我代表紫色很漂亮，对吗？希望大家今天很开心，谢谢。大家好，我是 Rainbow 的高耀丽，我代表橙色，我负责 rap。 第一次和大家见面，我很开心，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谢谢。 Merry Christmas。 谢谢。那么我们现场的所有的歌迷朋友，相信你们对我们的七位成员已经非常了解，对不对？从今天之前其实已经都很了解了，是不是？那么我想代表我们的所有的歌迷朋友问我们的七位队员一个问题，请问你们对我们上海的印象怎么样？일단은이렇게쇼케이스를 이렇게중국에서저희가상하이두번째로오거든요근데중국에서이렇게쇼케이스를할수있게돼서정말기쁘고요네일단이거먼저刚才说今天是这次是第二次来中国，那么今天能够在这里演出很开心也很 happy， 因为能够和在座各位共同欢度2013年的圣诞节。那么我想话再不用多说了，我们再次把舞台交给我们的 Rainbow 好不好？好。Close eyes。你认不得我了，我傻。Yeah.
난 너의 바디 girl. 생각보다 그리 어렵지 않아. I like that kind of girl. 놓쳐버리고 너 후회하지 마. Baby, baby, how are you?
下面出场的组合是被称为正统派的偶像团体，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新晋亚洲一流男团的实力吧！有请 AJAX。
She's playing a hot game. Hey, hey, she's playing a hot game. Hey, hey, she's playing a hot game. Hey girl, 저 멀리서 걸어나 오는 your face. Hey girl, 날 생처음으로 느껴보는 top class. Hey girl, 그리가 왜 눈을 피해. AJAX 呢，作为新人组合啊，在一开始一出道就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那么我想借此机会呢，让我们也一起来共同的认识一下他们，好吗？来，请麻烦做一下自我介绍。我们终于动刀，来上来一起就再见了。 大家好，我是 AJAX 的阳光男孩 Win Young， 谢谢。大家好，我是 AJAX 的王孝准，我的微笑很迷人。大家好，我是哈美娜，修展弄，我笑什么？我笑你吗？ 大家好，我是 AJAX 的队长金红 Quick， 我是新人，我们很想你们，队长。大家好，我是 AJAX 的贤胜哲，我忘了，啊，我的外号是小老虎。 中国的歌迷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 AJAX 的小王子李承彦。好，谢谢。作为一个岁月已过去的男人来讲，看到他们这张面孔，好怀念自己的过去啊。相信在座各位，我们的女生我们的男生都一个比一个喜欢我们的 AJAX， 是不是？那就让我们听到你们的尖叫声好不好？感受尖叫。好，那么我们想也问一个同样的问题，看看我们的男生和女生的回答是不是有些不同呢？来，请我们的成员回答一下，对我们上海的印象怎么样？아네저희가저희 AJAX 가저상하이에처음왔는데저희가중국으로는처음온거예요예저희한국이랑가까운나라고항상오고싶어했는데이렇게실제로오게돼서굉장히기쁘고요또이렇게많은분들이공연을보러와주셔서정말감사드립니다我们成员说啊，也是第一次来到中国，来到上海。那么，因为中国和我们的韩国也比较近，是邻居嘛，所以今天过来我们都很开心，能够和大家一起过这么一个圣诞节。那么，我想在之后的岁月当中，我们一定会有拥有更多的粉丝去支持我们的 AJAX， 是不是？好，那就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同时把舞台留给他们，谢谢，掌声有请。你们准备完了吗？准备好了吗？大声尖叫！结果了！
옆에서 내가 무슨 말을 Crazy out.
是今晚两大组合的师兄，那就是前 Clap B 成员。2009年在日剧《享受人生》中成功饰演洪振珠一角，并赢得了亚洲观众的心。那么他是谁呢？请看大屏幕。안녕하십니까우주혁입니다예저희사랑스러운친구들 AJAX 그리고레인보우친구들이이번에중국으로가서쇼케이스를한다고합니다정말너무잘해주리라믿고있고요그리고한국으로뭐세계로뻗어나가는우리두그룹이되기를바라면서저희 AJAX 랑레인보우친구들많이사랑해주시고응원해주시기바랍니다지금까지우주혁이었습니다谢谢，再次谢谢吴中赫，希望师兄下次也能够来到现场和我们一起分享。朋友们，现在呢有一款非常流行的游戏叫做节奏大师，相信你们一定都有玩过，但是里面呢有一首 Tell Me Tell Me 就是由我们的 Rainbow 轻轻演绎的，那么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这首歌的拍摄 MTV 的花絮现场，请看大屏幕。Tell me, tell me, awesome, 나를 해줘 내가 네 여자인 걸 How do you, you
이야기하고 막 하스테이톤에 되게 밝은 느낌? 그래서 저희도 막 흰 옷을 입고 촬영하고 막 예쁜 척 하고 있어요. 아 지금 정신이 없어요. 약간 좀 분무가 생각보다 좀 이상이 조금 높게 나와서 구두를 좀 많이 신어 봤어요. 오른쪽 왼쪽 오시면 갈게요. 많이 연습한다고 했는데 부족한 것 같아요. 스톱 Thank you.
谢谢，감사합니다，谢谢。朋友们，对于我们来讲，今天呢是一个幸福的日子，一个圣诞节的快乐，同时呢又是一个演唱会。那么今天也是我们DSP 家族成员首次来中国和我们一起分享怎么快乐。那么你们知道吗？今天还是一个更加温馨而又浪漫的日子。金仔金的生日，让我们共同祝福他 Happy Birthday！ Birthday！ 谢谢，金仔金。那么在此呢，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这个蛋糕啊是我们的这位歌迷亲自定做来送到现场给我们的金仔金过生日的，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这位歌迷朋友呢也有一番非常特别的祝福要送给我们的队长，是不是？是的，对呀。一、二、三。很开心今天可以代表中国的 Rhythm 词在这里祝你生日快乐。你们已经出道4年了，然后这4年陪伴着你们一起成长，真的很幸福。哇！会一直为你们应援的，期待你们的再次回归。过这个生日，他觉得非常的开心。앞으로도신곡많이할게요기다려주세요와우오한국을왜이렇게잘하시는거죠공부했어요좋아해짱님은회한위전동되게못했죠네저열심히공부했는데 다음에올때더열심히공부해올게요자파이팅1 2 3谢谢，让我们共同祝福仔金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感谢所有的歌迷朋友，谢谢。那么此时此刻呢，让我们再次的用掌声向他表示生日祝福好吗？相信今天金仔金所过的这个生日一定是在他的记忆当中最美好的，因为有你们的陪伴，对不对？谢谢谢谢。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呢把这个舞台留给我们的 Rainbow。
새로운 하늘이 그려진다. 귓가에 네 숨이 심장에 네 숨이 마하의 속도로 숨겨진다. Now anyone ready out anyone one way anyone. Perfect. OK， 待会儿巴黎又送给你。好的，你也会唱吗？ 谁还会唱？错了，送不上草的而已啊！大家都会唱的，对不对？我觉得吧，在这么一个不算特别寒冷的这么一个圣诞的夜里，有我们在座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参与，一起来分享这么一份快乐，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那么作为 Rimo 啊，第一次来到中国和我们歌迷见面，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那么我想，做我们上海人，做我们中国的歌迷，是否应该把我们那份特有的激情和我们的一份热情来回馈给我们的 Rimo， 好不好？有没有？那我觉得这样好吗？我们待会儿一二三，一起来用 Rimo 的名字把他们给再一次的请上舞台，好不好？要不要？好，听我口令哈，一、二。 声音还不够大，好，那这样我们一起有节奏的再来一次好不好？一二三，雷哥，谢谢，谢谢，谢谢。哦，下一首歌是我们的。 Hey! Hey!
为了我们中国的歌迷，为了今天晚上的演唱会， DSP 公司另一大女团组合 Kala 也录制了一段祝福的视频，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吧。谢谢，再次谢谢 Kala。 朋友们，刚才呢我们看到了 Rainbow 在拍摄 Tell Me Tell Me 的时候啊非常的辛苦，而作为小师弟 AJX 他们的拍摄过程啊则是另外的一番状态，因为他们会和一条美女蛇搭档，让我们来看看 MV 的录制现场。
미안한 일이 있었지. 정신없이 안만 부딪혀왔던 난데 그만 멈춰서 뒤를 돌아볼 때면 언제나 네가 있어줬어. Oh yeah yeah. 힘들었던 때도 많았어. 가끔씩은 눈물 흘릴 때도 있었어. 하지만 내가 나아갈 수 있던 이유는 하다야 네가 있기 때문에. 네가 함께라면 그대만 있어준다면 세상 모든 걸 가진다는 기분을 열어. Baby 눈도 짓는도 나는 변하지 않아. 그대만 옆에 있다면 우리 영원한 歌迷朋友的委托呢，想要问我们 AJAX 成员有几个问题，可以吗？你们准备好了吗？好，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你们认为在你们成员当中，谁是最时尚的？啊，제가보기에는패션에가장관심있는멤버가윤영형이지않을까윤영손들어주세요한번네 이윤영이형이가장패션에관심이많아요항상옷도잘입고저희의패션을약간항상관찰하면서지적을많이해주는것같습니다好好好刚才那个春春说咱们这位帅哥是最有时尚感的因为他的对穿衣打扮是非常非常的有研究而且呢在他们成员当中他也经常会帮他们做一些策划做一些设计好的谢谢那么第二个问题你们不要吃醋哦第二个问题你们谁是有女朋友的对吗对吗你们看什么저는都没有吗저는여자친구가없습니다我别的没听懂听懂一句话了他说啊
现在呢还没有女朋友，但是其实呢是有的，是谁呢？就是在座的你们，所以你们一定要大力的支持他们，好不好？好。那么最后的一个问题，我们六位帅哥刚才一阵拍歌热舞之后啊，已经出汗了，我们也看到了他们的舞蹈确实非常非常的棒，对不对？那么你们觉得在你们当中谁跳舞是最棒的？啊，아무래도저희팀에서팀을댄스를맡고있는승진이가아닌가네승진이가아춤을저희팀에서굉장히잘춰요네댄스시작한마시작한마레미씨아那我们要掌声给他了，对不对？秀敏，一二三四。太棒了，太棒了 ！Very nice， 他很可爱，他很可爱，谢谢。看得出来，我们的 AJX 作为拥有我们偶像所需要的那份精神、那份状态、那份外貌和我们的实力。那么，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拥有更多更多我们中国乃至我们整个亚洲的歌迷朋友，对不对？好，那么这样的话，我相信，我觉得让我们再次的把掌声以及把这个舞台留给你们 ，Showtime。
당신 같아. 사랑스럽게 빛나는 네 같은 선물. 진심으로 감사할 뿐이야. 谢谢，再见，祝大家圣诞节快乐！快乐，能不能祝福？谢谢。
我爱你们。 我们第一次来中国非常高兴，我们很期待来中国能和你们过圣诞节，我们很开心。我们 AJX 会在中国国亚巡演，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下一首歌曲。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所有感谢你们的倾情演出。请留步，请留步。那么，同样要感谢我们在座的各位朋友，你们的倾情相伴。我想此刻呢，朋友们，让我们再次用我们的尖叫声来，有请我们的 Rainbow 上台好吗 ？Rainbow。其实呢，在今天有我们的DSP的加入成员。 Ajax and Rainbow 和我们共同来欢度这美好的一个圣诞夜。那么今天我们现场很多朋友都来到现场大力支持，同时呢，也有很多朋友未能够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够来到现场祝福的，那么他们也亲自的录制一段 VCR 来献给我们的 Rainbow 以及我们的Ajax。来，我们一起请看大屏幕。 越来越辉煌。在这个非常开心、非常浪漫的圣诞夜，此时此刻，我们的所有的成员将会在此为我们的歌迷朋友送上一份小小的祝福，一份温暖的问候。 今天有哪些朋友可以得到这份祝福？
在此我们要感谢我们的 Rainbow 以及我们的 AJX 在这美丽的圣诞夜给我们献上这么一台非常精彩的晚会，同时呢也要感谢我们所有的歌迷朋友在此大力的支持我们两个组合。朋友们，在这美好的时刻呢，让我们再次用掌声向我们两个组合表示祝福。圣诞节快乐！再次祝福大家圣诞节快乐！